今天对于大连足球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大日子，一是大连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奠基，二是万达集团即将要和大连市签约支持十所小学建设校园足球基地校，时隔二十年，万达集团重返足球，重点立足新训，全力振兴大连足球和中国足球。足球重现辉煌才需要几年时间，因此请大连球迷多一点耐心。但是万达承诺在中国足协、大连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大连足球一定能够尽快重返中国的亚洲一流行列，重新成为大连人的一个骄傲。